就把这个排骨还有这个梅菜一起放上来蒸，不过放上来的时候中间最好挖一个洞，要不然就是很难熟了。这个已经蒸熟了，现在把它拿出来要这样晒一轮，因为这个南瓜太高了，不可以一次性蒸完它。如果大家喜欢吃九妹做新鲜的美味，就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，来西瓜视频关注巧妇九妹。大家好，我是九妹。今天我就唐姐夫跟他的女儿过来想钓一下鱼，我就拿着我的土的钓鱼竿，那我姐夫拿的那个是他自己带过来的，看他们能不能钓上鱼。我已经把这个鱼料调好了，剩下的就留给他们自己在这里钓。我就先试给他们看。好嘞，走一点。剩下就给你钓了，能不能吃上鱼就靠你们了。因为我要回去准备晚餐。
来，给你掉，你交下去来，我来带他回去。要不找你妈妈不来？我重新装过一条，你就站在姐姐的旁边啊，不可以乱来呢，危险的。小朋友必须要有大人带才可以来到鱼塘旁边。不喜欢走就是站着。其实那个鱼竿不能乱动。就下去啊。要吃，要来吃。我就下去了。其实把那鱼竿要垫好来，垫要咬着吃来了。扯上来了，扯上来。真的得了，真的给他丢到了。太轻了。哎呦，来，敢不敢？叫老飞跟那老飞放这里啊。叫老飞跟那老飞不一样。不一样啊。跟那老飞。跟你那里老飞不一样。在测试买那种是那颜色不一样，反正这个都好。跟我这个不一样。上面有一条鱼走，上面有一条鱼走啊！如果它下来游泳，它上去游泳啊！你喜不喜欢钓鱼啊？不喜欢。你不喜欢啊？那我跟你回去了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不好。又说不喜欢钓鱼，又说不好。等一下，你洗好了没有？我好大哦！哇！抓这个鱼好。嗯，对。啊，怎么死？你留在这里抓吧，姑妈来了，要不给你留在九妹家好不好？好啊，他也是九妹家，你也喜欢九妹家了啊？都没有，那你就在这里钓了。好的，拜拜，跟九妹再见。小妹哥，姑，好了，我就留他们在这里钓，因为我姐在这里看着小孩了，我就可以回去。他今天晚上扯。扯。哎，又吃不完。这么厉害，就赶紧钓到一条鱼了。包了那么多个钩，扯不起来，一个高高两条。少了两条啊！啊、哦！哇！如果大家喜欢吃九妹做新鲜的美味，就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。来西瓜视频关注巧妇九妹。大家好，我是九妹，今天我就回娘家了，拿了一点的百香果回来给我妈妈吃，因为这个老人多吃一点这个百香果可以软化血管，挺不错的。
噔噔噔噔，还有这一只呢，这个是三只，也抓了一只给老爸老妈吃，这一只呢又抓回来给我妈妈吃。两边的老人都一样的交代，照顾好他们。家里面这么安静呢，我哥哥我嫂他们应该去干活了，我去我妈妈那里。是干吗？已经降温了，所以我回来帮妈妈搞好这棉被，我要给她凉脚了。都是管的，这个电器刚好合适我妈妈看。可以了，冷的时候可以盖那一张，不冷的时候就盖这张。我先把这个百香果切好了，挖到这个罐里面，放到冰箱，等我妈妈每天就拿两勺出来冲水喝。冰箱保存就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，要不然你这样放的话，它最多一个星期的话就会闷坏了。一大盘这个壳就挖了去一罐百香果。好了，现在挖好了，我就去杀鸡了。就要放到冰箱，七半个月都可以了。就是想给爸讲你那个，好吗？好熊嘞，来，你还有，好了，现在我就拿去，搞给我妈妈，拿来包看。很容易的，这个毛一拔就掉了，你看，又嘟嘟的。可以了，清洗干净，现在就把它砍成小块。如果大家喜欢吃九妹做新鲜的美味，就点击屏幕右上方了解更多。来西瓜视频关注巧妇九妹，